啊，所以这两套书是宝啊！啊，四库我们也把持住啊！啊，第一次商务印书馆翻印的时候，我问他总共印多少套，印了300套，没人买啊，价钱太高。 分量太大啊！我跟他买的这套是最后一套啊，前年他们筹备纪念辛亥100周年啊，再版。 他们的总经理来找我，我说好死，我非常欢喜，我就订了100套。啊，世界书局要重再版《四库会要》，啊，《四库会要》我买了70多套，啊，前面是50多套，后面他剩下的我全买了。 他总共只印了200套，啊，这次再版来找我，我说好，我给你订200套，啊，这两部书，《辉耀》200套，《全书》100套，$10,000，让中国传统文化永远保存下去。 不要再丢掉了，啊，这是好事情啊。